我们现在来看这台Pentax SV 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皮套这个当年原厂皮套这个功能都正常了它这个后面也可以直接卡可以看到也可以直接卡这功能它还是可以这样你看这样就卡住了它功能又正常然后这个原厂的这个当年的啦橡皮皮枕那它这个全部都原厂的，然后原厂镜头盖，然后原厂的这个 Pentax， 你们看到 Pentax 的这个保护镜，Pentax 的这个保护镜，那这个快门正常可动，那这个镜头可以拉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头，可以自己再清一下镜头的状态，这里面也是正常，变化快，没速度，好，我把它放回去。那它的这个机身，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机身皮革，正常可，这个都贴合，机身皮革贴合，可以看一下，机身皮革都贴合。那上方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金属外壳的部分跟底部底部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这台 Pentax SV 的这个视频谢谢